嗨，我是尹维，陆准的未婚妻。你好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去帮你拿行李。走。你怎么突然过来，也不告诉我一声？我要去接你啊。想你了呗，想给你一个 surprise。怎么，不欢迎我？没有啊，怎么会呢？那你怎么看到我一点都不高兴呢？我很开心，可能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。你不想我？为什么会这么问呢？那我应该想谁？想你的美女邻居啊，一大早就在人家门口。我又不是一大早从他们家出来，你紧张什么呢？行了，别急着吃醋了。你来，你爸爸知道吗？我谁都没说，就想给你一个惊喜。那你打算待多久呢？我刚来你就让我走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我要告诉你，我不走了，每天就陪着你，守着你，好吧？不行，我还是得让你爸爸知道。自己跟他说。哦。喂，爸爸。你到陆准那去了，怎么也不事先打个招呼啊？你都不问问我怎么样？哼，那边天气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千万不要感冒了啊！知道啦。你就不想爸爸吗？嗯。你买这么多矿泉水干嘛？喝。没办法，那我做点吃的给你。你不用管我呀，你去忙吧。你要吃这么多吗？谁说我要吃了？我这是替你打扫冰箱，把这些不健康的垃圾食品全都扔出去。这样的话，那你留不下什么。你有我啊。我保证你每天吃的绿色、健康又营养。太浪费了吧！今天的浪费是为了明天的健康。给，拿去扔了。哎呀，快点儿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全都扔掉啊！
其实你可以找一个小时工，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自己做。反正我在家也没事干啊。更主要的是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手怎么了？没事。等一下，我去给拿出来。沈总，穆董事长跟邵总在办公室等你呢。默许，什么事？这他没说，但是我看到邵总手上拿了很多 SI 的项目资料。穆董这么早啊？有件公事要找沈总商量商量。公事不应该在董事会上讨论吗？莫董好像在公司还没有职务呢。我刚来公司，也不能每件事都找董事会来解决问题吧。如果我们能达成共识呢，那不是更好？毕竟我们都是为了公司着想。那你要说的公事是什么？莫董和我对 I3 有一个新的想法。真风尚他们制作了一个真 shop 平台，我们认为如果i3和真 shop 合作的话，会更有利于咱们的电子商务发展。毕竟真 shop 是一个多元化的电商平台，受众群会更广。这样既提高了销量，又扩大了知名度，沈总应该不会反对吧？这件事情岑薇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我同意i3和真 shop 的合作。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你本来就和岑总编就是好朋友。那这事儿简单了，他现在人就在会议室，我们可以找他谈谈细节。